闺女醒了，你看妈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哦，对了，吃饭前先空腹把燕窝吃了。哎，喂，赶紧下来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我有惊喜给你。好，那个妈，我闺女叫我出去，我今天就不在家吃了啊。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，半个月没洗的脏衣服。你不会忘了今天是我？等一下，我下楼取个快递啊。我就说嘛，他肯定是给我准备惊喜去了。你就买了这个？不然呢？你赶紧洗衣服啊！我用我新买的游戏鼠标，赶紧开一把。不是，你别骗我了，赶快把惊喜拿。不是吧？你赶紧起来啊！你赶紧的，赶紧起来吧，快点。吃完饭再处理，不差这一会儿。先把燕窝吃了。这段时间你一忙就忙到大半夜，我怕你项目还没做完，你这身体就扛不住了。妈，我现在都熬得难看死了，我都不想出门了。怎么会？我闺女最漂亮了。我给你订了一年的分开，每周送过来，我一定让我闺女漂漂亮亮的。嗯，还真不错。这里面没有加防腐剂啥的，工厂炖好了直接冷鲜送过来，保质期15天，你以后每天都吃一碗。妈妈你最好了，给你也吃。衣服已经洗好了，我给你买了些日用品，就先走了。买这么多啊？你发财了？今天我生日，商场打8折。啊？哎，你生日啊？闺女，生日快乐！妈，我还以为今天都没人记得我生日了呢。怎么会呢？你可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妈怎么能忘呢？对不起啊妈，我今天骗你了。生了你妈已经够疼的了，以后别让妈再心疼了啊。饭吃了吗？你爱吃的菜妈都给你留着呢，我去热热。谢谢爸。别哭了，再哭就不漂亮了。不是还有妈给我留的小仙童燕窝呢吗？就你心眼多。我他永远都偏向于你，即使他年迈、腐朽、贫瘠，但我却震颤于这样的温柔。